今天晚上想摘蘑菇，你在法国南部三四四省那个地方，加州这边嘛，加州摘蘑菇。然后今年冬天雨季火，这是那个鸡油菌。今年冬天比较暖，暖冬，然后雨水比较多，所以蘑菇特别多。这个夏天没看见卖的，以前刚上市的时候，这玩意儿啊。能卖39-38一欧一公斤，这估计差不多一公斤了吧，40块钱。嚯，这其实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说这野蘑菇卖那么贵呢？因为大家看看，这摘蘑菇的人，这在深山老林里边，这里边钻呢、啊、都是刺啊啥的，所以他卖的贵是有道理的。大家别嫌贵，你要嫌贵的话，你就自己上山去找去。废话，主要是。对于我来说这还行吧，我不太喜欢吃这蘑菇，但是朋友喜欢吃，家里人喜欢吃，每年到这个季节的话就这边还有，就是山里边这个朋友说，哎，这个蘑菇来了，这路边蘑菇来了，嚯，看看这个多漂亮，看看这个多漂亮，嚯，正好。然后朋友说，哎，有蘑菇了，对，我就来了。因为他爬不动，他年纪大了，他爬不动，所以每次都喊我说：“哎，摘蘑菇季节到了。”就喊我，我就来。哎呦，这给勒住了。而且我得穿个黄色衣服。为什么穿个黄色衣服呢？因为这边他那个猎人今天没打猎啊，要不然说法国这边每年都有这个，是有一个，就给一个猎人给误伤了。有些人你在山上转，就是草丛里边转，穿个棕色衣服。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个野猪呢，到打猎那季节那猎人就埋伏在那，一过去啪一下给你打了，这蘑菇没吃上小命丢了，那就不划算了。这儿也有，都是，我已经捡了一袋这种的了，在我背包里啊，这还有，这叫大自然的馈赠。然后对面云雾缭绕的，这看不过去，这林子太密，林子太密。哎呀，鸡油菌，法语叫鱼好的，英语好像叫什么喇叭菌还是什么，这云南人就知道了。这个东西也挺好吃的，卖的挺贵的。我最喜欢吃是一个牛肝菌，牛肝菌那个很香啊。这火，我这刚就来到这点，这个地儿真不少，真不少。这个，哦哟，这个有点坏了，行，洗吧洗吧，切切，切着再来吧。好了。这就是蘑菇，蘑菇，火真好，历史真好。主要是不要钱，你菜市场里边去，像我这最低工资，哪舍得花？别说30块钱，15块钱我都舍不得买。买一公斤，这15块钱，我买一公斤羊肉不好吗？是不是？所以这关键是在这儿，这关键是不要钱的。是关键是不要钱，所以就觉得特别开心。自己当时捡蘑菇就捡钱了。好，就这么着吧，再接着找去。